意见，成。可以啊，那你叫声哥来听听。你乱成杯子模板啊你啊！哎，你这……小时候你可乖了，还会叫我姐姐呢，不像现在这么钻月。哼哼，你是想说僭越吧？ 身高和智商哪点配当我的姐啊？你还是先把叛逆和僭越写一百遍再说吧。凭什么课文里写错别字就要通假字，我写错别字就要扣分？这个世上只有一种人的字有资格叫通假字。什么人？做古之人。爷，我在洗衣服，林超啊，去开下门。哦，好。 林超，晚上好呀。你那么晚了，找我有什么事？这是我做的巧克力饼干，第一次做可能不是很好吃，我妈非要我下楼给你送点尝一尝。巧克力饼干？我最喜欢了。小兔，你怎么在这里？你自己是没有教。我们是异父异母的亲姐弟，他家就是我家，有什么问题吗？闭嘴，走。 谢了，还有什么事吗？没事了，林超，学校见哦。我们班同班同学。嗯，李玲珑比我软挺多的，但做饼干还挺好吃的。嗯，还好意思吃，许玲珑烤都比你好。你怎么知道？难道你们班有并列第29名吗？ 你跟我小时候一样好骗，出了这么多汗。我们家林超终于长大了，但也长怪了。干嘛？ 不可以躲着我，不可以抛下我一个人，不可以和我保持距离，明白？你有病吧你！家里有什么打劫的？ 总之，这附近最近不太平。给我点钱吧！谢谢。给我点钱吧！下周我就要死了，你看一下吧。放手！哎呀，给点钱吧！小杜，先给我点呗。打扰了。给你钱花在别的女人身上，你想都别想。不好意思，老板，请问一下，你有见过这个女孩子吗？见过，买过2人份鸭脖。 那你知道他去哪儿了吗？刚和三个男人往那边走了。谢谢啊。小杜，小杜，动刀就动手。放心，我刀子虽快，但不伤人。不就是被绿了吗？不用这么大动干戈吧。 说了我没被绿，哎，等一下，你再考虑一下吧。算我的，不好吧？还是我来。揍我头上！大哥，给个机会。
我想证明一下我自己。明哥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明明说我找你们过来，你在这干嘛？嗯，我在这躲雨啊。买一送一，要吗？嗯。明哥，跑哪儿去了？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买一送一。奶茶，买一赠一。不行，找人要钱。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买一送一。我陪单吗？秋天的第一杯奶茶，买一送一。嗯，林茶，帮我把拼单钱还上吧。别，怎么了？不是帮他买吃的花了40块钱吗？刚才掉了汉堡，去掉10块钱，还有鸭脖，我们三个人每人吃了2块，总共16块。那每一块是1.875。那我们还要给你11块2毛5。掏钱，别钱。算了，零钱我不要了。哎，我这有，拿去。我可没有2毛5找给你。不用了，没事。我们绿叶，呸！我们行走江湖讲的就是义气，这2毛5分钱就当加个闺蜜了。你们数学可真好。明成，你看这个是不是很适合做书？钱。哦，那我捡回来。不用。我帮你扫，哎，明成。检查卫生。警察。地面有垃圾，和你们劳动委员说，扣5分。我就是劳动委员。难怪啊，当官了。是啊，我的地盘由我来守护，就几片树叶而已。你别吹毛求疵啊。其实我跟你们开玩笑的，这些自然脱落的树叶呢，不属于扣分范围，你们放心吧。谢谢学姐。刚才是开玩笑的，现在可不是。不就是个垃圾袋吗？摘下来就是，让开。1、2、3，哎，我，哟，你来，抱你啊！不行，你来，算了。哎，算了，学妹，你等它掉下来再捡吧，我们不扣分。你别爬了，我开玩笑的。笑笑，你快下来！我跆拳道可不是白练的，娟儿，接着！笑笑，你没事吧？没事吧，学妹？要不要去医院？没事，就是屁股有点疼。你还是赶快去医院吧，再晚点就痊愈了。劳动委员检查卫生呢，你最好别被我发现灰尘。请便。这么干净啊！连床底都这么干净，你是不是人啊？这不是我小时候送你的吗？
应该是吧。没想到你这么珍惜我送你的东西啊，里面装的是什么呀？还能是什么？不就是小时候的玩具吗？我记得密码是我生日吧？密码我已经改了，是什么不记得了。哦，是吗？打开看不就知道了。你干嘛？你们俩要不要吃点水果呀？妈，跟不用了。你俩闹吧就。这个不是我的，我同桌的，你见过那个朱文宇？这个光盘封面上的外国女人穿得这么凉快，应该不是英语老师吧？你想怎么样？有同学想毛遂自荐的吗？老师，我想当文艺委员。嗯，很好啊。文艺委员还有人竞选吗？许玲珑一次，许玲珑两次，许玲珑三次。哎，文艺委员成交。谢谢大家。班长呢？班长有人竞选吗？怎么回事啊？啊，让你们竞选个班委，一个个跟上刑似的。上次考试前三名先打个样，尹子涵，蒋思文。哎，掌声鼓励。好好说啊，不许敷衍我。各位同学，早上好。刚刚之所以没有第一时间上来竞选呢，是因为本人想把这个有限的机会留给需要锻炼的同学。今天我竞选的职位是高一四班的班长。既然我们同学最后一排班级，我所有的同学都是最后一排班级，那我来负责这个工作。作为同学们，既然同学们最后一排班级，既然同学们最后一排班级，我所有的同学们，既然同学们最后一排班级，我所有的同学们，既然同学们最后一排班级，以上就是我的竞选宣言。不错啊。贾四儿，他不会也讲那么久吧？我愿意为大家做力所能及的事，请大家为我投票，谢谢。这是课堂啊，不是菜市场。你们三个要不想听课，出去讨论去。等一下。你们三个打算出去斗地主啊？把课本带上。想法。继续讨论啊。娟妹妹，你好敬业啊。哼，我这叫受人之托，忠人之事。我背负了这么多同学的期待，我怎么能轻易辜负呢？那我帮你。多亏林超才能这么快完成实验，一会儿我们一起准备实验报告吧。可以啊，一起弄。你听到没有？他刚刚说我们，连我俩孩子名字姓什么我都想好了。我觉得你俩孩子不一定行。千银也可以啊，你怎么知道我想什么呀？林超。喂，你书拿反了。不是那个，太阳太大，好刺眼。学妹，又是你啊？你好点了吗？哦，没事，谢谢学姐关心。真是我教的。刚怎么叫你都叫不醒？你该不会是做那种梦了吧？一天天的，脑子里都想的什么呀？定不是好梦，出了这么多汗。来，我自己来吧。别动，我擦完了。饿了吧？没胃口，我不爱吃甜食。哎呀，
你不吃就没有力气写作业，作业写得慢就会晚睡，晚睡就会做噩梦。色恶。别说了，我是在吃。最近看上去心情不错，每天都有一种容光焕发的感觉。哎，进去看看嘛。哎，正好还有折扣呢。好，参加本店默契大挑战，答对八题可打八折，十题全部答对可以获得六折优惠券哦。快走，来这边请。天狗。接近了。狗剩男。对。秘密。对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霸道总裁。普通话。下一个，下一个，下一个。腰间盘突出。呼啦圈。羽毛。孙悟空。花好月圆。下一个。够吧。很遗憾，如果刚刚两位答对那道题的话，就可以获得六折的优惠券哦。哎，没关系，八折也很好。那这位帅哥想给女朋友买点什么呢？我们这边都是年轻人比较喜欢的款式，有喜欢的话可以拿出来试试看。给他妈妈买的。哦，给家长见面礼的话，那边的款式比较合适。我们是兄妹。姐弟。二位兄弟姐妹，那你们有喜欢的哪一对呢？可以帮你们拿出来试试看呀。